Cheers！ 杨贵 ，Hello， 赵鑫。九月五日，演员黄宗泽在尖沙咀中港城新开的豪吧举行开幕礼，三哥苗侨伟、张继聪和黄翠如等一众圈中好友前来支持，场面可谓宾朋齐聚，祝语连连，十分热闹。但却遭三哥苗侨伟嫌弃店铺规模不够大。我说他的这个店小呢，就是给他一点鼓励，让他朝着更大的目标往前啊！希望他下一家店呢，就开比这一家店大三四倍这样子。他每一趟他开张呢，都是很多朋友来支持他的。你刚刚看到就是那么多的朋友，地方怎么可以小呢？肯定要大一点嘛，对吗？早前就有传苗侨伟、黄宗泽及吴卓羲三人将合资开火锅店，三个直言是因为自己不懂饮食业而打消了念头。其实做饮食这个行业，你不懂就不要做，我觉得。做什么生意都是，你最重要是，自己要懂，才能够投资。黄宗泽透露，这次投资了好几百万，但就是不敢开口叫苗侨伟合伙注资。没有，这个小生意，三哥那个大人物来的嘛，他还嫌我的小啊？对吧？啊，三哥在后面。没有啊，这个真的是小生意，不敢找三哥。非凡娱乐香港报道。